做创作人，做歌手，做音乐，最想做的都是自己，想笑就笑，要嗌就嗌，就是忠于自己。但在强烈的镁光灯下，都不敢直视，怕望不清自己的音乐路向，单凭自己的一双黑色眼睛，又怎去看清沿途的风景？要克服惧怕，就要转变，换一个全新视点，一副会变色的 con， 瞬间调节光线，变出我的深浅保护颜色，帮我适应环境，望清光暗原来都有不同层次，一步一步 go with the flow， 光不再困扰我，勇于直视面对，双眼随时适应，令我霎时看得更清晰。经历光暗有时，转变有时，现在的我更有信心以憧憬做能量，聚焦眼前更广阔的全视线，创作属于这个城市的音乐。光暗有时，无惧变化。Echofield Oasis with Transitions。